我搁爱望路，阮的外表这么素皮，年纪阁遐尔相当，我嘛有甲阿爹讲我要娶伊做某啊，也毋过阿爹偏偏要拆散我搁爱望路，拢讲一切是为我着想，伊大囝的爱，拆散我搁爱望路一生的幸福啦。大哥，你莫哭啊啦！以后你有啥物打算？打算哦，我嘛唔知影我要安怎打算。你用个离开啊，甲你相爱的人小撮走。对啊，我若有爱爱梦露，我要带伊走。对，安尼才是我有志气的大哥。小妹，对不住，我无度搁再保护你啊。大哥，趁今仔日好客真济，无人注意，你紧走，你紧走啦，紧走啦。大哥要走啊！哦，大哥，来世再见。帮冲啊！我跟你讲，我会当为着你，我什么拢无爱啊！我即个有做足侪钱的，我紧带你逃走，以后咱的生活拢没有问题啊！你紧开门啊！老公主，感谢你对我一片痴情，请你入内相谈。梦露，我有做足侪钱，我要带你走。啊！你是什么人啊？啊！有找到人无？啊！也毋惊我死，给你找看卖。是。梦露，心肝的，啊，你是安怎哟？梦露，来啊，干梦。罗家，那是你啊？罗家是我。爱梦露也是我，谢。